说起来，这间秘密结社好像存在挺久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抓到他们尾巴，是之前没人认真管过吧？抱歉，没有撞疼你吧？我不是。咦？怎么会是这家伙？偏偏被他们抓到，晦气！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有什么事吗，夕阳？不要让我演苦情恶毒女配吗？放过我吧！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们三个不也逃课了吗？刚刚肚子疼，所以向老师请了假。旭阳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忘记我。这个洛千羽还是一点没变啊。该不会你是收到什么消息，想去拯救你那可怜的器材吧 K？ 啊，对了，轩然丹的角落处印刷着这间秘密结社总编辑正是 K。 什么 K？ 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旭阳该不会在怀疑洛千羽就是那个 K？ 你是因为我说你是替身，所以才大肆散播那种不实谣言吧？这么幼稚的报复，也亏你做得出来。听好了啊，哪怕这世界上女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可能看上你这种又丑又蠢又坏的女人。什么破书嘛，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让人活的，说的好像谁喜欢你一样。知道了，我不会再纠缠着你了。咦，糟了，这里没有扶手。旭阳，等一下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混蛋，这可是我宝贵的初吻啊！咦，是谁？站住！别跑！我们去追！站住！洛千羽，你这心机女，可真是让我刮目！你居然敢给我吐！我都没吐，你竟然……放开我，傻叉！傻叉，我怕不是在幻听。洛千羽，我看你是在找死吧！咦，等等，我刚刚做了什么？只顾着沉浸在打击中，不小心把真心话说出来了。刚刚都是幻觉。夕阳少爷，来来来，我给您拍拍灰，消消气。哼，你是真当我傻子是吧？不好，再拖下去赶不上听老师讲新的知识点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喂，竟然逃了。啊，又让他给跑了。这个 K 简直是泥鳅变的，滑不溜秋。算了，先回去吧。阿耀，等等我。还好我跑得快。竟然那样对待我的宝贝们，继续养，你们给我等着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不会吧，这也太劲爆了吧。讨厌，旭阳少爷真的喜欢这臭三八。我们真的很努力监控学校器材使用情况了。就是这个开用的印刷器材该不会凭空变出来的吧？要不是你们把人追丢了，我们根本不用去猜这个问题。对不起，这个 K 可以完美躲过所有监控，倒是个人才。洛千羽哪里找的这种帮手？
还在怀疑洛千羽和 K 有关啊。对了，虽然抓不到 K， 但是从洛千羽下手倒不失为一种办法，比如这样。呀！啊！又是三分球，我男神简直摔爆了！等等，洛小小，他究竟是不是你男神？现在还不确定呢。干得漂亮，秦同学！都已经三天了，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他到底有没有看到我的心？不用这么见外，叫我徐阳就可以。这个，要不我们喊你秦旭阳吧。你也知道学校里有个和你同名的，和姬少爷弄混了就不好了。我都可以。旭阳，我的孩子，明明你才是姬家长子，是那个女人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以及他那个杂种儿子偷走了我们的一切。改名吧，这个名字不属于你。姬凌风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的孩子才配得上姬家嫡长孙这个名号。果然还是没来。如果是那个人，一定记得这些事情。所以，他真的不是吗？不等了，得回去了。咦？